你是哪个？我不晓得，你电话我认不认到的？你不晓得是哪个？喊你小宝贝。我真的不晓得。哎，我有没有给你小宝贝送？姐，你还说你？哎，我操！我才给你们搞定的嘛！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！喂，小宝贝在干嘛呢？没事，我不在，你这边的小宝贝，小宝贝的。好，你跟你小宝贝过。哎，兄弟，别给我打太及时了。我没打。哎，好的。还包夜火？还包夜火？寒江果园。嗯？你能看见我？能啊。能看见你还踩老娘？是这车吗？啊，我这朋友喝多了，你看给他送回去得多少钱呢？车里这个呀？啊，我看看啊。啊？500。500？这500也这太贵了，我这。我这。拿着啊，就这些。这是正经代驾不？啊？是正经代驾不？走了。你还知道来上班啊？很早啊。这都下午2点了。我上午去见了一下客户。你报备了吗？没报备算旷工。啊？听不懂啊？报备。哦，知道了，宝贝。兄弟，男人的时候不是打女人的，是打天下的。哎呦我的妈！谁打了吗？好好打。快点的。那个一共200一。多少？200一啊。我是这么点玩的，200一啊。不是，那个咱们吧有那个免费那个海鲜自助，还有那个酒水吧都是免费的。我也没吃，我也没喝呀。你没吃没喝那是你的事儿，我没有提供呢。算你刚才亲我那一口啊，我给你转过去80块钱。啊、我什么时候亲你？你等会儿来，我什么时候亲你？你亲没亲是你的事儿啊，我提供了呀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个菜特别好吃，你也吃一口，我来喂你。啊！看我牙齐吗？开药方。想几倍？一个人。我先看看你能把房间行吗？你要大床还是？大床。大床。啊，你领我看看那房间呀。行。这是大床。对，咱们是带电脑的。哎，借里头我看。哎，你先进我。没事，你进吧。不是你先进，你进我看。我进去。啊。看啥？我看，我看，你就别动静。家说说。啊。没事，你别害怕，我听见这里头那个隔音各方面。啊，隔音啊。隔音应该没事吧？隔音。嗯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走出这个门，我要让你后悔一辈子。我给你个机会再找一个老婆，我不会再给你机会气我了。不走行不行啊？不走能行吗？不走等着你天天气我吧，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那行，你也别说我太绝情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说这个水果叫什么名？猜对了，我就不走。啊？这水果不是香蕉吗？你猜对了。